到沈阳市优秀创业青年的颁奖典礼现场，下面有请我们的优秀创业青年代表于龙先生闪亮登场。于龙先生，在刚刚的颁奖典礼上，您感谢了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给您接生的护士，但是您呢好像落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不可能，285人的名单我一个人都没落。给您一个小小的提示，这个人呢他也姓于。于魁智。第一个节目我看到于魁智老师了，于魁智老师唱得特别好，天哪，我要感谢他，要不是8岁那年我听了他的京剧，我绝对不会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跳拉丁舞。我跟您直说吧，于雷是船底下那个吗？在水里唰一下就穿出去？是陆地上那个。我啊，我爸呀。对，我爸啊，我爸叫于雷。哎呀，整心梗，于雷。于雷，你这我爸来了吗？来了，在哪？哎呀，爸。看多么的父子情深。啥玩意儿？就是卡拽了。这会儿回头换电梯啊。你放心吧，爸，没事吧？现在我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们身边的这一位是于龙先生的父亲。于雷先生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父子俩共同的生日。哎呀，这你们都知道了。哎呦啊，给惊喜吧，爸！谢谢，谢谢丫头。在我们点燃生日蜡烛之前呢，我有个小问题想要采访一下两位。您说，是怎么做到父子俩同一天生日的呢？啊，这玩意就赶巧了呗。拉倒吧，我就怀疑你想省个生日蛋糕。你善良些，父老乡亲们，就我儿子这臭小子，他就是赶上了咱们国家的这个大好形势啊！最近这个10年发展的太快了，我就没那命，我要是能赶上这时代，这我比他厉害多了。那倒是，是吧？你太厉害了！哎呀，那这10年你要不掺和的话。我能更好啊！你这咱接下来的环节是入洞房不？是不是切蛋糕了？该？啊，对对对。许愿，许来，许许许许，爸你先来，我先来啊。许了啊，噗，许完了。爸你干啥呀？你也太快了吧？那你许完了，你把火留给我，我还得许呢。原来是给你点上，那许吧。我希望噗噗，这磨叽的这孩子，打小就磨叽，你自己点吧。你是于龙先生啊，在咱们吹灭蜡烛之前呢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采访您一下啊。你说，如果您能回到过去，回到你创业初期的时候，您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？如果能回到那个时期，我于龙会更加的努力。哎呀！别着，别着，不是，主持人呢？那个，我爸呢？这哪儿啊？这不我家吗？哎，不对呀，我家这个房子4年前就扒了呀，啥意思啊？2012的大挂历。还有游戏机和充电器，哎呀，还有游戏厅的游戏币，还有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粉红色的小秘密。我穿越回来了？啊，能吗？我2022刚成功就给我干回来了。你看这在哪儿穿过来的？是不是这坎儿？
我穿过去啊、哦，查查，哎，穿，穿，穿，别穿回去、啊，我都穿过去，我跳穿回去，我就在这儿，我这呱，我一扒，我就。哇哦，一个人在家真的好舒适啊，惬意，但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害怕。10年前的我，要是我凶猛的爸爸在家就好了，这屋里头进人我也不能这么害怕的。但是进人他能咋的，打我一顿呗，他要啥给他啥呗，要他给他啥他还打我，那还是人吗？是不大哥？你能看着我？本来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人常好好，你非给我薅出来呀！大哥，那个啥，那个你刚才我看你想要点啥，想说穿，你想穿哪件啊？我这衣服给你，不是，我这给你，不是，我这给你，我这小鞋小袜踩小人可好了。哎呀，你踩小人，你冲我干啥？你起来！别，我自己来，大哥去。对。别动手，大哥，那你啥也不要，你到底想要啥呀？鱼龙，你要我名儿？大哥，你到底你想干啥？你想要啥？你来，你别激动啊！你看着我，想起来没？没有。看看，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我。我是你，我是你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你是谁呀、啊？那我是谁？我是你的谁的谁？是我的你的谁？是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不到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从10年以后穿越回来的你。啊、哦，明白没？哦，你是穿越回来的。对啊，你是10年后的我呀。对喽。哎呀，那你这早说，你这才真不是贼，你是骗子呀。你遇到我呀，那算是遇到对手了。我从小最会撒谎，来骗我来。鱼龙，我问你，鱼雷知不知道？鱼雷，咋绑船水底下唰出来那个？不是在水底下，人家是陆地上的。啊，我爸叫鱼雷，那叫妈呀，谐音梗，真好玩，这些年才发现嘛。别玩了，你爸叫鱼雷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平时不叫他鱼雷呀、啊，你叫啥呀？我叫他爸呀。爸也没毛病。大哥，你说你啊，你说穿越回来我都能信，但你说你是未来的我，你让大伙看看，咱俩从头型、脑型、脸型，但凡有一点像的我都行。现在你是肯定看不出来，你说这10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呀？人家都是夸这么长的，咱俩是刷这么长的。哎呀，你别说，你吃完之后还挺像我爸。我缺啥你爸呀？行了，我得回去了。那个，那我得回去，我得回去。我去，你回吧。我在这，我穿，穿回去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别动。咋的了？我知道你是谁了。知道了。你是不是今天我爸派过来给我过生日的呀？过生日？今天你过生日，也就是说今天是2012年5月17号。你这都知道，别装了。我不仅知道你过生日，我还知道今天是你爸过生日呢。哦，那你是给我爸过生日来的？你爸过什么生日？我都说了我是10年以后的你。哎呀妈，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这信念感，还演还演，让我陪你演来。未来的大长我呀。那你既然未来来的，你猜猜今天的我想做些什么呢？今天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的你将在你的生日宴上啊，你要跟你爸摊牌，对，还说你要创业，读心术啊，你会什么读心术？我说了我是你，你听我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爸，我要创业，你得支持我，我要搞共享充电宝，那不是一个事儿啊。怎么不是呢？我那个项目名字叫做“大家一块堆来用我的万能充电宝”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，我省挺多字儿，挺有文化啊你啊。这，反正是你爸没同意。他为啥不同意啊？他说了，
那充电宝借出去了给人充电，那谁给充电宝充电呢？咋的啊，在充电宝上安个电表啊？还是有人查电字啊？那倒也是。再说借出去了那能还回来吗？你这像我爸说的话，那他这么行我得跟他说下一个项目了。哎呀，我都知道第二项目你要整共享自行车。那也不是，人我那项目叫做这个，哎呀，一块腿来骑我的自行车，是我的自行车大家一块腿骑。反正我告诉你爸，你不是啥名，就是你爸也没同意。为啥呢？骑着骑自行车也不让骑。你爸说啥叫一块腿骑你的自行车啊？那玩意咋计费啊？论脚蹬啊？一脚多少钱呢？那玩意你链子坏了谁修啊？不得他修吗？爸干啥的你忘了？原来修自行车的。对呀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因为不止我爸这么说，我最好的朋友也这么讲。你拉倒吧，你朋友都没有还有最好的？这我这刚认识的小美。你在附近人搜那个啊？你也搜着过他？什么我也搜着过他，我告诉你那也是你爸啊，你爸建的小号啊，考验你呢啊。我说的呢，这搜的时候贼近，一搜3米。原来那我爸是小美。对，小美是我爸。对，那爸是美，美是爸，那他是谁？美是谁？我是谁呀、啊、你是谁？哎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呀、啊、你咋这么虚头，这么虚头，这么虚头呢？你是来打击我的？这大过生日的，我这创业项目没等开始我就结束了呀。这个我必须告诉你，这10年你一定要把握好，你只管努力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这10年特别美好，相信我。我信了。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。想起来了，窥探我已久，知道我的生日，知道我的项目，甚至知道小美。考察我好久了吧？我考察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了。爸爸，爸爸，这是啥？你是投资我的甲方爸爸呀？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爸回来了，好美，爸爸。哎呀妈，这给我累死了。爸，爸爸，龙叔叔。对对对对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，父亲啊，这是我的爸爸，爸爸，这是我的父亲。哎，你俩长得有点像呢。像吗？不是，你说清楚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好讲。对对，他是投资我的甲方爸爸。他又投资你，但是你有投资我儿子？不爸，我的那个。那你不光是他的爸爸啊，你更是我的好兄弟呀！兄弟、啊。有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也再接辽阔。爸，啊，干啥？你把你嘴里边那个泡泡糖给我吐了！我点你呢，你甲方，你帮我说两句。哎，这哎呦我的妈！大兄弟，你要投我儿子，我儿子可太优秀了呀！啊，你对他那可不是投资啊，那叫。投胎，投胎，哎，就我儿子，来过来，儿子，我儿子啊，就你要投他，咱就从头夸。你看他这头发，他真的密啊，张开张大嘴给人看看，对对对对，再大把下往下扒，对对对，哎，你看，别扒，我终于知道这10年我这是咋抓下来的。哎，看这面部表情，笑话，来。我儿子，哎，还有我儿子手，朗朗的手，你见没见过？朗朗的手，朗朗，这咱都知道，朗朗的手，又细又白又长啊！哎，你看我儿子手来伸，你看又短又粗又胖，这还有大姑家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哎，表示一块，哎，白大姑家啊？什么？当初小时候练那个小才艺，打击乐啊，打击，展示一下。说的呢？回来，回来！哎，完蛋玩意儿！小时候不教你架子鼓吗？你没给我买呀？是你老领人上澡堂子，说你看人搓澡多有节奏感。哎呀，那不打言不打来，可抠了，光看。那后来呀，就开始深造笛子。哎，
笛子呢？给你买的笛子买的，找不着了。找，不要找，我都想起来了，在这儿呢。你咋知道呢？我咋不知道？你这还是来，预热一下。接下来啊，听我儿子给你来一首笛子独奏。嗯，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来起。吹可好了。你也没练呢，你一天也没练呢，你啊，白给你买啊，30多。别打这个，我把词儿都吹出来了。我自恋的口技啊，你这叫口技呀、啊？你听没听过口技呀、啊？哎吧，哎吧，哎呀，这叫口技。你还会嗷呢？你咋咋嗷咋嗷？你上一边去吧你。那个就我儿子哈，就虽然说这个手跟嘴就不太灵，你刚才还说挺好使呢啊，不，但是他身体协调性特别好啊，4岁开始深造了8年的马铃，啥马铃？那是拉丁，那个是拉丁啊，对，拉丁，来你坐资方老弟啊，快点的，快跳段拉丁，快。哎呀，跳一跳，快点的！没音乐干，爸给你恩赐。哎呀，你那恩赐，那得有5伴啊！我给你当5伴，你也会跳。我跟你上那么多堂课，我看都看会了。得了，谁能看都看会呀、啊？那怎么上？哎，快转起来！哎，这边哎，对，来，哎，快上，快来，上！老弟，你行啊！不是，啊，你都跳下外五地来了？我会。来，儿子回来吧，外边冷，快点。不是，你还会这个？那是我不是，我不知道你会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会这个太多了，咋样？我儿子优秀不？太优秀了。投了不？投，现在投。没带钱。你玩呢？你跟我俩啊？妈的，你也看了，恩赐也给你听了，你过来欣赏才艺来了？不是，我没看节目。得亏你回来了，你没回来之前，他说他是穿越回来的。你闹呢？他说他是10年后的我。玩呢？甚至他说你是小美。那是。我爸不会保护你吗？我失恋了。我到底投不投我儿子？我儿子老优秀了。投，关键是我跟你说吧，我都知道，今天说出来你也不能同意。他要是说他今天想干那个共享充电宝，你能同意吗？同意啊。你同意？那不方便，没电的时候插一下充了，多方便呢。那他要说他想搞那共享自行车呢？更同意了。更同意。环保又健康，对身体也好，为啥不投啊？哎。你不是不同意吗？是啊，你不应该同意啊！我儿子项目我干啥不同意啊？再说花你钱，花不用。投不投？投！哎，好好好，钱呢？带多少钱？带的少。少可以投我的项目。对，快点，快点。为什么？我这项目啊，投资小，回报高。干啥呢，小美？情场无父子，下边。咋样？不是，你说你啥项目？我这个项目好啊，自行车你是不是能骑走啊？充电宝是不是能带走？对呀、啊，我这个你拿不走，你还得实名制啊。它的名字就叫“大家伙都来我的屋里玩电脑”。哎呀，共享电脑，哎，就开网吧，这扯、哎。我爸打游戏老厉害了，东北第一法师。哎，天天五杀，攀爬 Q， 被攀爬 Q 了。我都BBQ 了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以后没有网吧了，这充其量有个叫网咖。我怎么可能给他网咖了干？我要干就给他网呢了干。啊，你要不是投资人，我都不跟你说，这是现在财富密码，这10年之内嗷挣钱，老火了。拉倒吧，10年以后都差点没有了。那不可能，我爸天天包宿，网吧没了他咋活呀？不上网多简单，你以后上网都用手机上网。你不可能，你手机的网速怎么能跟网吧的网速比、啊？你现在是3G，以后就5G 了。别说网速快，物流也快，那火车更快。就现在火车也快啊，沈阳到北京5个小时。以后2.5点。哎妈呀，真敢想啊！国家还真敢说、啊，我都不敢听啊，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
哎，那照你这意思啊，我早上搁沈阳起来啊，中午跑北京见个网友啊，晚上还能回沈阳包个宿是不？爸，你是真爱玩啊？不是，我就这点爱。不是，我这么跟你说，不仅这，你还有不知道的呢。哎，以后你要是饿了，爸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自己不愿意在家做餐的话，你拿起手机下个单，爸，一会儿有人给你送来，把饭送到你家门口。以后你要打车，你上马路上，你不用再招手了，嘎下单，司机就到楼下了。啊？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以后全面小康了，投资就投国运。哎，那个我跟你说，等一下，你这信息量太大，我有点消化不了。我先问你，先投不投我？投我穿过去，我就给你开网吧。太讲究了，这大兄弟，开心啊，开心啊！今天我跟我儿子，我俩一天生日，这么的，儿子出去买酒去，今天把大兄弟留这儿，咱爷仨一块喝点，来坐坐。这一块儿子买酒去，今天爸高兴。你这高兴，活让你翘了。你这一天天。怎么跟我刚才是不是走这儿？我不站起来。咋的了，爸？你听我说。你先听大哥说。大哥，打你一进屋，我看你啊，就感觉特别亲切，是不？我儿子不在这儿啊。大哥，麻烦你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给我儿子准备了一笔钱，这孩子就一直想创业，但是我直接给他。不合适，你就说这笔钱是你的，他回来呢，你就说这是你给他的投资款，好不好？合计那十年前。给鱼龙投资那个钱是你给的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呢？这我是他爹是吧，我不能夸他，我得打压他，我得鞭策他，是吧？那也就是说鱼龙所有的事儿你都相信他？不相信呢？不相信，不相信你给他这些钱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后手，是吧？这个钱让他放心大胆的去创业，等他花完了之后，他肯定还会回来找我的。我把我剩下所有的钱，给他留了400台装了 Windows XP 的组装电脑，到时候我再给他开一个特别优秀的网吧。爸，你不当网管都白瞎了。哎呦我天！买过来了，蛋糕到了。来儿子，来。哎，爸，刚才给你考验过了啊。大兄弟是正儿八经的投资人，人家心诚啊，看见没？人带着现金来的呀，要投你儿子。投我？你看人家钱都在这呢，你跟我聊好了。鱼龙，拿上。谢谢你，爸。嗨，兄弟们，开心今天来。这样啊，今天你陪我跟我儿子，好好过个生日，对，成不成？那，说实话。今天不光是你俩的生日，啊，那也是我的生日啊！哎呀，啊，这么巧？啥这么巧啊？我都说了。哎，你贵姓啊，老弟？啊，这个我没说哈，我姓于。哎呀，你看见没？这还是个本家，我就说我进屋看着他都感觉面熟。他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他长得像不像你爷？像。哎，你这眉眼还有点像我奶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说大哥了。来，爸。哎呦我。窝里边咱哥仨，应该是我最大，是吧？我先许个愿，祝我儿子创业成功。谢谢爸。那我以后跟你干啥呀？这刚说就灭了呀！哎呀妈呀，我没许呢，磨叽呢，爸给你点上来。来许吧。
我希望我干啥呀？我磨叽呢，你啥？你干啥？你干这玩意儿不快点？我希望未来成功。等会儿，小鱼，哎，许一个。好，我希望我爸爸健康快乐，也希望全天下的父母平安如意。好，等会儿，又怎么了啊？大长我，咱下次什么时候能见着啊？那你着啥急呀？平时你就多照镜子，慢慢你就看着我了。你俩还唠上了，噗噗，磨叽。你吹不吹啊？我搁这杵半天了，站后脚跟疼，我就说我帮你吹啊。爸，咋的？我不吹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开网吧去。干啥？开网吧？开啥网吧？开网吧？你爸我这辈子不去网吧。二位先生，咱们这个采访还采吗？采。我不说了啊。我跟大家说，我的成功少不了我爸的帮助、陪伴和鞭策。接下来大家掌声，让我爸讲两句。来，不是我。你干的那都是你靠你自己努力干的是吧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那优点你别往我身上贴。你孩子就打小认真，就聪明。爸，我爱你。可别煽情啊！我煽情了没意思。你爸我刚。那我告诉你，臭小子，哎，还得继续努力，不能松懈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是不是？是，要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哇！